从每一个角度所看过去的这个相片啊，都会呈现不一样的一个画面。好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两边往这个装置艺术相关来看的话，就看到我们这个图案。那如果你从上面的话，还有两边的话，就会有看到我们的台阶长啊。无论你是哪一个角度，无论你从这个哪一个镜头下面去做拍照，都能够呈现出不一样的那种感觉。啊，那昨天刚刚的介绍过，是说那种感觉。我们两边讲的话，有些从对这一边，有些从那一边，通过这边这个转场，把车辆调整为在右侧是在这个方向哦。还有左边，这个刚刚也介绍过了哦，是在弯弯的在这里哦，拍照哦，这里有整个车和弯。